今天是我林家家族族比之日，老夫也不多说废话。老规矩，族比为擂台赛，谁在台上坚持到最后，即为胜者，为我林家最强小辈。来比一比，看看谁最强。哥哥，哥哥怎么还不来？将光影还身的八荒掌果然了得，淬体六重，不行，还不够。接招了，金山。可再有人与我比试。等等，还有我。我，哥哥，你怎么还不来啊？不知谭妹有何见教？不敢。我未来的媳妇儿好凶啊！谁要嫁给你？听堂妹妹不嫁给我，想嫁给谁呢？与你无关。瞧瞧这坏脾气，我喜欢。谁稀罕你怎么想？放心，我可舍不得打你。堂妹，承让。承让什么？我还没输呢。哼，好了，青檀。结果已出，本次组比胜者是秦曼。